好好，切切切，不要拔，我不要拔了，我呀呀，缝了缝了缝了，缝了缝了。然后看看，然后看，这不是谁拉这儿的吧？啊，我想谁拉到这儿了？不是啊，没有拉啊。今天上午我特别早啊，把他们给放了出来啊，让他们在这里面运动吧。我刚才一说谁拉了啊，这几个狗很聪明啊，知道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啊，乱拉是不好的事情啊，往回跑啊，先跑吧，你们先跑吧，等一下再给你们做饭啊。嗯，就你的杆最小，还就你最好拔呀，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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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今天有点降温啊，没有太阳啊，风有点那个刮的有点厉害啊，我去楼上先看一下那两只狗吧。哎呦我靠，我靠，左门咋打开了？你咋会跑到这儿了你？哎呀我的天哪，真是的，这一路都是水呀，这回啊咋弄着嘞？我靠，你咋出来的？这是咋出来？这是谁拔的？这是咋拔成这样？真多大的力气！我靠，你咋过来的？哦天哪，疯了疯了疯了！哎呀，我现在真是脑子一片混乱。下去，妹妹，下去！我靠，啥情况？这那俩这弄的是？哎呀，弄的我这脑子有点反应不过来，这到底发生了啥？我靠！你那腿不是你的腿呀、啊！我操！哎，睡觉水还给打翻了，真是的！哎呀，就你看他这溜多干净啊！你看这里面多干净啊，干净的很、啊！妈的！你过来，你过来，那有水，来来来，过来！哎，过来过来，有的网友建议啊，说给他的脚给他缠上布、啊、但是怎么讲呢，缠上布也不行啊，因为他尿尿的话他会，或者是反正就会沾住水啊，他那个布如果再缠住他那个伤口，那不是发酵了吗，对吧，更不好，对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我是真是头疼，那俩到底是谁干的，这会脚这拔，这都会拔拉出来，我是真服气，人才，这多重啊这！先把毛豆给骗进来啊！回去回去。回去回去，你先回去，去去去！哎，啥事儿弄的？我的天哪，真大！我这实在是想不明白，我操！啥情况这是？这多重啊！啊，这很重的这个东西，这得有一二十斤吧？这个东西二十斤要有的，对不对？他这个身材能拔动？哦天，还能扒偏，嗯，哎是，你说他这个腿要怎么搞啊？都红了都，啊，你说他这个腿怎么搞？我真拿着布给他缠起来，到时候布湿了，缠着他这个伤口，那不是打扎子的，对不对？大家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？对吧？那到时候他这个直接就发炎了，到时候他这个伤口，完犊子了就，哎是。那脚不是你的是吧？那脚是不是你的？要看看，啊，要看看，要看看。哎，你气死我！你想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了？你给这溜老实待住啊！我才想办法，不能让他出来。去吧，进去吧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说你两句不高兴了，还不叫说，还不允许说，嗯，哎。去去去，先进去。
去吧。哎，先进去。然后我先把那个小贝啊给抱下去，抱下去在外面解解手啊，让他玩一下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我的天呐，头大，头大。这家伙听到我声音，看到没？又探出头啊，又要出来啊，不能出来的，真的是。哎呀，我刚才是说他了，又没说你，真是。你别，你是不是你脚门给他怼开了呀？我怀疑。啊？他恁带的狗，他有那力气，叫他给装歪子黑了都，都是不是？啊？咋弄着的是？来，握手，过来。好好，过来吧，过来吧。哎呀，好嘞，真乖，给你抱下去啊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来，宝贝，好嘞，来，过来吧。教会你上下楼梯吧，我教你，你学不学？试一下，来，过来，试一下啊，看他下得来下不来。来，小贝，好，来，来，过来，好嘞，过来试一下，试一下，看走得下来走不下，你走不下来，我再抱你。母狗胆子还是有点小啊，来，过来吧，没事，我给你抱上来。哎呀。好，下去。哎呀，下来了。好了，下来玩一会儿吧。在楼上待了也一个星期了，让他在这个下面也玩一玩，放松一下。接收了，往这溜接，知道？小贝，来过来。接收了，往这溜接，知道吧？看他心情也开朗了很多。这我去楼上给那个谁呀，给毛豆拿点饭吃。这几个狗非得围着我，哎呀，我的天呐，围着我想吃点。我先去喂它，喂完它再喂你们啊。不着急啊，不着急，都是好孩子，你看我过来啊，又看到这货了，你是不是又向着粉儿越狱的啊？又向着粉儿怼出来的，你都不能老老实实在里头待住，你看我给你拿啥好吃的了，是不是？听点话中中，听话的很，记住。太受欢迎，知道吧？难道你叫我非得三重防护，这一重这一重，再加上这才中？我靠，真是有点过分。要过去我先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小毛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阿飞来了，好，给你打开啊。胃口极好，是不是？吃吧，先给你弄个开胃小饭啊，先吃住啊。哎，热的啊，你磨的，哎是，真是，你看这仨脚都怼开了，吃个饭仨脚怼开，你也是真行你。哎是，你要说你啥说你啥好。还好啊，今儿这里头弄得不脏，这一点还可以啊，稍微折了一点，但是里面不脏啊，没有拉在里面。那小贝的性格也开朗了不少啊。家伙吃的倍儿香啊，我这里又给它重新铺了一下，这不能每天都铺新的，每天都铺新的，我操。哪里搞得起啊？一天四五张，一天四五张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的天呐！不过这个东西确实有用处啊，确实有用处啊。我看那上面都挺重的，这上面应该都尿尿了，尿到这上面了，应该就是这样。
耶，老精嘞，要要要，老精嘞，如何吃饭？填干净点啊。我得想想咋给你防御，给你做起来，这不是事儿啊。这个给他挡起来，然后就这样吧，这样他应该出不去。哦，我操，这儿还有一个孔呢，这怎么搞？啊，西吧。这样应该差不多可以了吧？这样差不多了，这就绝对防御了，对不对？不信这家伙还能跑出来。哎呀，我的天呐，你是想勒死我，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想勒死我？啊，你搁这摸来摸去摸啥摸？啊？摸啥摸？他这里伤口已经浅了，他那个渣已经掉了，稍微留下来有一点点黑，对吧？他那个是已经全部好了，屁股后面那里就是这样。吃饱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去，先回去。去。用力呀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，再使劲儿，这不是进去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！好了，休息吧。这美的美的很啊，美的很，so delicious，对不对？真好吃啊，你说的呀，这真好吃啊，是不是？那小家伙啊，精的很，把这里全部吃完了啊。你就搁这里休息吧，不会有人再进来你这里接手了，除了你自己，对吧？下面这几个狗情绪也慢慢稳定了下来啊，小贝也放开了，看到没？性格也好了很多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打打闹闹这挺好的，打打闹闹对吧？比刚来我家的时候习惯了很多，打打闹闹的挺好的。